几点？老冯呢？不知道，可能在练功吧。呀！赵王，谢天。赵王，九，干什么玩意儿去了？几点了？刚才是九死一生啊！我正练天龙八部第八式的时候啊，听见广播喇叭，你喊吗？我就麻三铁四往你这跑，麻三铁四往你这跑。途中遇见了一只疯狗，他又在后边追我。然后呢？边追我就边跑啊！马上快追上我的时候，我灵机一动，使出了我的必杀技。啥呀？我冲这狗啊，狗啊，我就是冲这狗。你别指我。冲这狗，我冲这狗，我就养狗长啸，我说呼呼哈哈哈哈，你猜咋的？咋的了？这狗让我吓死了。哎呀，你比狗厉害。